十方法界希望透过电视弘法，能够将佛法的智慧散播到世界。十方法界卫视透过电视平台的播出，现在下载台湾好 APP， 搜寻十方法界卫视，利用手机直播线上就能收看，线上网络24小时也都在直播当中收看十方法界卫视，以佛法的带领让大众升起智慧，通往善业。善业心就是你不要管你的实业也是清净的，所以平常时我们的如果能实善业道的话，不净力来这里头，你不会艰苦了，你就不会痛苦，因为善业清净。你是往善业的话，善业必定感到是什么乐的果报。请您今晚来的，您的心来的，今天我们就来做那个试验的采访嘛，哈。但是咱来当搞这福德地会，透过咱的媒体，透过咱十方法界来传播来的，可以散布到十方法界里面，让每一个家庭有在观看十方法界的人，把智慧直接就送到他们家里面。家里面有智慧的话，合家就能平安，合家就能幸福，合家就能远离灾难，合家就能健康平安吉祥。十方法界卫视将佛陀的智慧散布到全世界，耗费巨资制作各种不同的节目，让大家可以用轻松的方向领悟佛法的奥妙。新节目高声传奇广受大家好评，欢迎大家1:30与7:30准时收看。十方新闻归文许建义屏东采访报道。